1994年冬季挪威奥运会咧，奥米加特别为咧即系呢个赛事咧设计咗一套咧 Seamaster 嘅 Limited， 咁啊非常罕见咧，佢有一组彩色嘅皮带啦，改带器啦，咁啊成套 packing 咧194套，咁咧好多人咧都话咧呢套表咧就冇公开发售咧，就送俾当日参加冬季奥运嘅运动员，咁就睇到佢一个咧好少有嘅奶白面嘅 Seamaster 嘅表面，咁啊今年咧2017年咧就有隻007咧就出翻白面啦，否則咧佢就係咧比較 unit 嘅，有個 logo 嘅表面，咁就睇到啦，佢 index 已經黃曬噶啦，咁咧就總共有194套，咁就其實喺市場咧喺香港咧非常之少見啊，我就未見過啦，咁啊甚至乎咧佢個外圈入邊嗰啲 index 咧都係深藍色噶，咁我反而覺得呢只表咧就非常之即係。海洋啦，咁啊點解會用喺冬季奧運嘅配色咧？咁啊大家睇到咧，佢有194套嘅 limited， 咁啊其實咧佢仲有一啲咧中裝嘅石英版本嘅，咁啊一般少即係一般見到咧，仲喺市場流通咧就有一啲即係36mm嘅中裝，咁啊反而依一啲咧大裝嘅42mm chronometer 自動機芯嘅 limited 咧，我就真係未乜見過啊！有啲人咧見到嘅時候就話：哇！依個表係究竟係？邊度嚟嘅？因為同佢哋嘅藍面嘅 bond 嘅印象咧係有一個唔同噶。咁啊，依套連埋成套 box set 嘅 Omega 咧，其實咧而家咧都係擺喺依一個即係 Omega Museum 嗰度噶。如果你上網 search 一啲經典嘅型號，即係啲舊嘅 limited 型號咧，佢都係佔一席位噶。咁啊，非常獨特嘅一塊錶。好多謝大家。